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汉字书写。今天是我们练习汉字的第37天。今天是几月几号呢？今天是10月11日。今天我们要写的这个字读作好，喝，凹，好，好。好这个字是由左右两个部分组成的，左边是一个女啊 ，female， 右边是一个子，我们可以理解成孩子 ，a child， a kid， 或者是一个 baby， 子。那这两个字放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字，读作好，它的意思就是 good， bien。那怎么理解呢？我觉得妈妈和孩子或者女性和儿童在一起其实都是世界上特别美好的画面，所以女子就代表了好。那好这个字可以组成哪些词汇呢？大家一定知道你好，还有什么好呢？我也可以说你好漂亮，这里的好是表示 very 啊，你好漂亮，觉得太日丽，好漂亮，它有 very 和太的意思，你好漂亮。那接下来我们来写好这个字，我们先写左边的女，撇点，撇横，右边子，横折，也可以读作横撇，竖钩，横，撇点，撇横，横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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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竖钩，横。最后三个字由大家边说比划边写。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写的好，我们明天再见。